新会啊。各位老师好。还挺瘦啊，那时候好瘦。紧张。老师们好。Hello。我是个人训练生陈珏。哎，你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，你知道这个是吗？等一下，头发挡住了，有点听不清。好拽啊！是心动吗？哇，这些熟悉的面孔好久没有看到了。那你们觉得是什么样的？台上就是小恶魔。小恶魔。我在干嘛？旁边是我冷漠的表情。好精致，比我们还精致，用美妆蛋呢。这刘雨欣的日常吧，这个就是。哎，我这美妆蛋是要被说多久啊？还这补妆的事情真的是，你的头发也太长了吧？为什么是长这个样子？就是不一样。我干嘛呢？都是在徐佳琪，你现在给你改个名字，你不叫徐佳琪，你叫徐壮汉。好。哦，原来这个就是外号的来源，就是这样的。我叫欧俊霸。然后我叫曾威猛。我叫孙强。的事情了吧？是华策影视的虞书欣玩。这是危险发言，你怎么知道我的？哇，玄关姐姐给我讲的呀，因为你就是可爱呀。你觉得华策影视，我很紧张啊。华策影视，哇，安琪好厉害。天哪。子涵醒醒，姬子涵打瞌睡打了5个多月，从来没有跟这么多女孩子在一起过，109个女孩子，好幸福呀！大家都香香的，太开心了。什么虎狼之词这是？知道那个词，你瞅啥？你瞅啥？你瞅啥？这你瞅啥？跟孙瑞学的。刘雨欣，你还有最后一次选择机会，你用了7次机会，换来了7岁。嗯，这还挺有趣哦。什么东西？你用了7次机会换来了7岁，怎么回事？说好的乐乐观观的曾可妮，哭吧，你哭吧，反正我也不哄你，你赶紧的。哎，预言好凶、都是男子汉，哭什么？曾威猛，哎，预言好好的就长了张嘴，这烦人。我今天就要把这个节目里面最……哎，我出场了，准确、你就在我的框架里面给我做这个玩偶，做3遍，快点。那晚做了一局我想做的事情。
这个太搞笑了，好笑。哎，你好像紫薇啊。二康，你再拉点。二康，给我喝快乐。你知道那个方言吗？喝快乐，给我二康工钱去拉点。工钱是有眼过，好就快乐噻。你说你幸福的话，啷个都要闷出来的。如果你闷出来了，啷个都要吐出来呀。他真的高冷形象一点都没有了，在我心中现在。果然是我们节目组套路好多啊。徐佳琪飞起来了，我的天哪，你刚才从地上飞起来了，徐佳琪。真的很恐怖，这帮人。这位喜爱，我要拜你为徒弟，我要拜你为徒弟。啊，不是不是，我要当我要当谁要死谁呢？出狂言啊，刘林子，刘林子爆出狂言！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呀？就是个口出狂言在这里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猫咪班的王承炫。太搞笑了，这太搞笑了，略显心酸。小汤圆，加油！太夸张了，这是金子涵吗？我害怕，我真的害怕。这个走路，我真的。你是可以说话吗？现在好烦。还有这样一面的金子涵，大可不必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啊，妹妹！哎呀。要带就带美的，她带肯定很漂亮。啊，我好好看。我林凡真的长得挺美的，林凡真的好看。我林凡带好好看哦，嘿嘿，林凡好看。没有什么才艺，超级适合。求求了，留长发吧。连嗓音都开始发生了转变呢。救命啊！你在自动什么？那边开始。这是谁？他的世界静止了吗？圆圆，你的小超呢？醒醒！小超呢？解穴，我在哪儿？我还给他解穴来着。好可爱！天哪，我大脑空白了。我知道。妈呀，这一定不是我吧？这不是我，这次我将不会再哭泣。你这条呢？哎，这么伤害宝哥，好笑。别丢这只狗！哎，这么伤害小爱狗，小狗。哎呀呀呀！我该死，太好笑了吧！魂不倒，上去刘雨欣，我们跳的。天河金狮，流星月热烈。我的妈呀，这屁股扭！刘雨欣太好笑，失去平衡。Attention！刘雨欣还有这么疯狂的一面。1, 2, 3, 4, 5,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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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你现在演疯子给我看。英子涵的内心肯定是崩溃的。来，所有人陪他一起崩溃。哎呀，我就要睡了。我们的姐姐好懂。你看。可云啊，撕心裂肺。
冷静。我为什么要这样逼你啊？你把它演出来。安安老师，你为什么这样逼我？天啊！我就是要逼你。这节目帮好多人都解放了天性哦，我在这里都二次解放天性。我们组员都还挺棒的，其乐融融的，就跳支舞都很开心。跳着跳着，不用说了，其乐融融，鞋才掉了，其乐融融，真不错啊！徐佳琪，你的烟能不能炸一点？你自己炸出去，不叫跳个傣族舞，不叫跳个傣族舞。烟让狂欢之余，这样哎，我们不怕不突出他，我们这样子就是烟别发体。生怕别人不让他出来，看他，哎，出来是啊，五六七八，去洗耳梦里的 party， 耶！辛苦了大家。一凡，你坐这里来，就是说让这些姐姐们把你杀了。啊！我是我，这是我。为什么每次就是陆可然和林凡就是在一块儿的时候都很害羞啊？没有办法，我就是梗王，行走的造梗机。哎，我 wink 是死亡 wink， 就是写到那一秒就死定了。哎，就是能做到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睁还这么不狰狞的，我也不行哎。出于对就是大家的尊重，让你就是收尾吧，拜拜。哎呦，燕妮真美，拜拜拜拜。哦，哇，谁把它接下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接下来？我丑啊！我要立个 flag， 我要学会 wink。 不用了，不必。穿破风暴雷电，好可爱！雷电，还有那个力霸，他真的来私下就是模仿我们每组跳舞。